为什么都要验证身份呢？好烦哦！发生什么事？我本人。嗯。你笑哦，验证身份，存，好了好了，来了来了，威哥威哥，让小雪。隔壁女人看完来看看我吗？哎，来了来了，按按存，咕噜，花音安安，Yuki 安安，月月安安，洋洋安安，TIPP 安安，清晰安安，洋洋安安，叉叉安安，德文成安安，谢谢安安，而且啊，女人还在，我知道啊。他不是要撑到2点玩那个吗？雀魂嘛，这样。他一早开台我就在了。噔噔噔噔，哎，来吃一下。命中注定百合根娃娃。我去看一下长怎样。这位，哦，偏黄哦，那还行哎，那行那行那行那可以，还是要看一下男人，哎，是不用了。我就是生菜吧，啊。是你流的泪。不料理，要你离开。哎，真没想到。天慧龙安安，哎、欸，不要哦，不要哦，不要哦！那、啊、我要吃咸料理了哦，不要逼我哦，我要洗肾哦。是安安，明明安安，哎，你这个放菜，你来玩，你来玩。前几天牙刷牙牙已经好痛，一次，下一个是暴风雪啦，我暴风雪啦。还是有嘛？你看，遭遇力，哇，好棒哦！你流的泪，
看一下哦，好像，哎，不要靠过来，不要靠过来，没有那么熟，好不好？没那么熟，不要靠过来。看起来很好吃啊，还好吧？我是想吃肉的部分。雪莉安安，六星图月一步，昨天达到怀疑人生，就比较烦是诈欺这个技能而已啊，为什么会怀疑人？对不对？你是被欺诈打死的吧？你会怀疑人生是你被欺诈的不够多次。那天我们在打月夜一步啊，好不好吧？毒香菇，拜露球菇。然后那时候被欺诈到有点怀疑人生，他都只骗我，不骗其他人。我现在感觉来杯小小好像都一样大，没有看过更小，就跟那个啊骆驼母一样啊。欺诈是看武功，对啊，你就是你攻击越痛，你就是打自己越痛啊！你这样想啊，欺诈就是这样子玩的啊。所以之前打单打对衣服就很白目啊。梦月安安，啊，姐姐在看台，不能骂脏话。精神力还降不了他，哎，你用封印啊？反正月亮一步那东西，反正就不适合单人耍啊。哎，我去看一下影片哈。昨天要看，结果我就睡着了。唉，没有，因为我昨天私下还是有稍微看一下那个怎么刷，不是看啊，在玩的时候有刷一下，因为百合跟娃娃的远近判定有点远，哎呀，就是他站超远的，他们才会消失，不像其他宝可。啊，坐骑双羊不要搞。到底是在滑什么啊？太阳，换他特性，将他防御没有啦。月亮一步，你要嘛就是用那个特攻打他，
然后它双防高啊，你如果单一一个人自己打的话，你真的会打到哭出来。你愿意一步就用特工的打了。好了，安安。高雄雄安安，我怀疑山羊也会卡在洞里面，就洞里面。抓什么？好啊，抓百合啊。巨定怎么没声音？没显示啊。本身克制超能，姚先生，太晶后的属性不算原本的属性，所以你就拿毒会怕的技能去打就好了。你显示扣款，我是说他的招式没有啦，啊，所以就是这游戏麻烦就是麻烦这个啊。我那时候也讲过了啊，我那时候打一个草属性的，他是火太金啊，我们用水打又打不赢，当时角色又不多，我那时候也被观众气死啊，跟我讲说用什么什么啊就没练没 ，B Y， 生气，他就没练的角色啊，不然你进来打、啊，还跟我讲说没练，我要气死，自己没练，叫我用那只角色打，啊叫他进来，哎、啊、没练。没那么气过哎、欸，樱花早安。去死吧！哎呦，羊怎么是滑下来啦？好烦哦，后羊。这样那么气，没有啦。我说那时候大概才二周目刚开始而已，那时候没有很多宝可梦练很强，然后就有人在指使我用什么打，重点是我说我没有，不然你进来打。他跟我讲说一周目还没通关，然后也没有练角色。我说对啊，你还没练，我也还没练啊，他在教什么？结果读档发现没存档，哎，哎喂，是不是不想要让我们刷、啊？没有了。哦，就蹦蹦有打到，那就好啦。只有蹦蹦没受伤的世界。
哎，可以不要有阴影吗？爸爸，有影子吗？想咬我？到底卡在哪边啊？我的宝可梦嘞，我剩这几只。有鬼，肯定有鬼。好多羊，羊会从石头里面蹦出来。啊，一定是哪个石头里面卡着。哦，好气哦。DHI 三，这叫人怎么刷？你看这些羊，来去刷剩下没抓到的色颜色花瓶。天哪，怎么是你？完了，我想说，
不要笑月雪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笑月雪哦，月雪我没笑你哦。奈喜利，蛮好看的啦。自杀型会自不自杀型进化型会自杀，啊，抽歪了抽歪了，怎么这么好中啊，天哪、啊、请问现在是不让我出门吗？原来是不能出门了吗？好奇怪哦。命中注定受为是不是很好刷、啊、我就说2%。可是没有真的没有真的那个啊。有真的数据吗？那2%等于跟其他很多欸。午夜的啊，爱睡觉的那也都是2%哎、欸。标题，我再次示范一次。哦，这样才对嘛！你看，这样的百合跟娃娃多棒啊，是很好刷。好像拆包没看到，没有啊，现在没有确定的数字，我真的是不敢肯定。那种东西就是很恐怖，会很打脸自己的。来看完精华了。看到这一幕，主播真的太狠了，哎，他歪了哎、欸。六星地面幸福蛋，我昨天在 FB 上贴，很多人以为只是刷到色尾而已。如果根本没有在看那个命章的东西，就看不懂。我说奇怪，还一只色尾，有必要说什么出门小心之类的？我本来去吃料理，然后嘞是什么？出门吃大餐那个吗？我们觉得正章不重要，因为那个正章是这一代才有的东西啊，不是吗？命中注定是这一版才有的。
本来稍早想开台打气球的，就猴子射气球的。是那时候在跟番茄安妮在聊那个暗黑破坏神。冲啊！进来吧。不注意真的好难看出来哦，我怕诶。对，如果它是单一一只出来的话，我肯定会直接野餐。好了，估计是睡到中午啊，或是吃午餐的百合跟娃娃了，好不好？回收。没有奖章，没有奖章啊！赞啊赞啊！好了，好耶！我学安妮，好耶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剩多久啊？八分钟。豪爷明明是你，不是我，好不好？你是豪爷，你都会这样讲，好不好？我的话是白痴哦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欸，我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哦，白痴哦。欸，不好意思，你怎么还没睡？这颗蛋没香料，哦，又是不幸福蛋，是不是？招来不幸的蛋，熬夜。我很少说好耶呢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没有印象我会讲好耶这句话这两个字哎。好耶，对啊，我不会讲，我不是很常说这两个字哎。我顶多讲碎啦，好吗？你是寄到哪个男生去了？像番茄叫你都是欸 Annie， 欸 Annie。你比较容易讲好也是因为那个魔物猎人，对，好耶。你问望月啊，欸，望月，你姐姐是不是很容易讲好耶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们要去看那个吗？我跟你们讲说，不要吃虫跟草的。对啊，好耶，对吧？你看，不是望月站在我这一边的，好不好？是他讲的是事实。
还有这个点。上面会一大堆，就是四季路啊，然后尾塘草啊，还有什么？布纳士草啊，嗯，有没有？好，来来来，蹦蹦安安。所以很不推荐这边吃草料理。啊，是你流的泪白。哇嘞，哇哩哩，哇哩哩哩哩哩。啊看，嗯，有阴影其实很害怕、欸。还是最近找你姐姐回去玩魔兽世界，不是不是，魔物猎人，冰原，魔兽世界。上班平台，好。魔兽猎人世界，夏西安安，你这字好像有点亮，又没有，好，勿背勿背。我拿来拾荒吧，顺便把那些 PP 吃满。好鸟叫哦！应该玩到四点多吧，四点多去摸个光遇。我这次复刻的东西是万众瞩目、万众期待的一个道具。怎么讲呢？就是会有个 NPC 回来卖五颗可能月亮球这样子。这样想就好了，可能会有个 NPC， 然后带着月亮球，然后在商店那边卖。这样讲应该很好理。下次等到这颗月亮球，可能要几年之后了。嗯？
等一下，他是不是有点亮？红眼睛，那、啊、你嘞？啊，红眼睛。怎么都觉得很亮啊？等一下啦，红眼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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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等多久？啊，时间到，哒哒哒哒哒，时间到。我看可以来画画了，反正早上那么闲，怎么是？对，花培培。啪啪！哦，我想说，怎么那么多问号？嗨，你们是要跟我走？有个 NPC 好像需要你们。抓一只回家研究，就你了。又陈安安，橙花，等一下哦，我突然想尿尿，我突然想尿尿，你去啊，快去啊，这边吧。有什么色尾好看啊？啊，不然我们去抓梁吉龙。好不好？再去伤眼睛，今天就是伤眼睛行程了。嗯？哎、欸？要花培培的 NPC 在哪？我忘记了、欸。我怎么记得是在这里？哦，这个找到了。嗨，好啊，眼睛可以张开吗？哎，我本来想开电暖气的，但是我发现插头那边的电暖气有点烫。我怕出意外，我把那个插头拔掉了。其实那念培不是培吗？还是贝花贝贝吗？等一下哦，我刚刚说培培还贝贝，安安。贝花贝贝。其实那个字念贝，好，花贝贝，好的，会了会了会了。In fact, the word pronounced dub, 其实那个字念贝，好贝，花贝贝，花贝贝，来，各位跟着一起念花贝贝。其实那个念贝。好，花贝贝，脚油鸡啊，经常睡午觉。好，油鸡，油鸡龙苦，黑又苦赖，白痴。环星，你怎么在白痴什么？六星百变怪谁要打？来来来来来，你开你开，我不一定打，等一下去存档。
然后只是他每次出来都说花贝贝，花贝贝。你笑什么？你赶快睡觉。你不睡觉我就让你睡着。阿波大悲咒了。啊，不行，好冷哦，我还是要开电暖气。算了啊，如果真的电线走火就。就再说吧。好润。好润。其实那个念呗。有被电到了。还扯上原色大招，我刚讲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其实那个念背吗？然后那时候安妮她为了我，学物质的大招怎么念？超好笑的，是好笑啊！是，觉得这女的怎么我这么用心？因为我说我不会念物质大招。然后他就把物质大招背下来念给我，我说好像怪怪的，但是你都已经念出来了，会不能？哎呦，好像快掉了。叫一个大不了人生重来的感觉。欸，那个百变怪你们去帮忙打一下，我先处理一下电暖气。你说我的电暖气那个人生存是吧，今天要么人要么被烧死。然后坏掉了。我是觉得这个延长线坏掉了。要么延长线坏了，要么马上电脑。哦，欸，好恐怖哦！我去问一下有没有多的延长线。只是我可能要关台后再来，因为。因为我怕有些东西好像动到电脑，现在把插座那些拔掉的话，可能会出啊，不是小孩出事那个出事，会被电死。那稍早我讲嘛，刚插座那边其实有点烫。哎，欸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楼下一下，我站你一下哦。我说，主播去修东西了。加个文字。不信，主播去当水电工。好了，完成了。感谢发喽。
没错，一个是连接 Switch， 另外一个连接我的台灯，好冷哦。哎，是好像延长线的问题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Hello， 恐龙芭比哇 ！Hello， 哎呀，走错边。胖丁该打，看怕欠打胖丁，欠砸胖丁，嘟嘟嘟。啊，来吧，我们开始来吃一下那个啥，嗯，来吃。该吃了，该吃了，调整一下。那这边还可以拿吗？也可以耶。我虽然用色为巨魔来挥，就是浪费包包。嗯。拿了要重设哦，你说重新调那个队伍是不是？哦，好的，感谢。哎，我觉得。气势猴，我气势猴想投资，不要攻击了哎、欸，我想让他双防跟血量了哎、欸，我气势猴被打一下好痛哦。不对，你看你攻击练到满，那你被降一下攻，被降一下能力，提升两阶攻击是不是比较赞？我一直都投资血量跟双防比较好，好，攻击力再见，包包，哦，巨魔也是啊，巨魔想要改，包包，特工防，特工防，想要。像攻击草根果用
二房防御够了，去买去买。在水一部大量发生，你说那个河吗？哎呦，我还是觉得那条河好卡哦。我水一部第一次大量发生在那边，害我的那个，害我有不好的心理阴影。没错，卡哦，卡烂。哦，看来今天有东西可以不挂着了。前以字的形态在减少，字的速度啊。等一下，我开个公主连接。花姐擦黄色凑齐了，姐姐。你要叫花姐夫人了吗？直接喊我夫人，花姐，哎，还是应该叫丁姐夫人。
好了，我们要来练我们第三只宝可梦了。你有。嗯，出来了，可惜死工哦，那就刷到母的咯。很小，我们下一只要练的，哎、欸，好，外臭你嘞，哦，呀呀，你家啦，啊，我下一只是想练这只啦。我去看一下他个体，他看能力，我叫他百变怪，来吧，百变怪，你看，有黏着特性是不是？还想偷圣手牵羊我啊？我去看一下哦、喔。臭臭泥，哎、欸，我想我在想恶臭好不好、欸？哎，恶臭不是那个别人吸你血的话，然后你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攻击时有时候会发出畏缩，哇，这好亏，不要。毒什么泥浆是不是毒泥浆哦？番茄给你的吞食兽也有啊，可是它没有灰子啊，吞食兽不能灰啊。吞食兽可以灰吗？我昨天哎、欸，对耶，啊，对呢，啊，对耶，啊，我是记到一开他的那个啦，他的前一个进化啦，昨天在你旁边的吞食兽，好了啦，要不是那个大字报，实在太精彩了。还好场上没有哥打压在，有没有？还好骷髅没有放哥打压，所以要改练吞食兽吗？没有改名字啊，把它改叫吞食兽就好了。看一下哦，我想尿尿、欸，又想尿尿了，到底翻新有多想尿尿？二香菇，那个你们可以先打吗？抱歉。等一下，他可以刺耳声呢。
他有临别礼物耶。完了，我在犹豫了。算了啦，算了啦，反正刺耳神那么多角色有，不对，再来买，再来买！毒瘾犯了，毒瘾犯了。这名训练家的毒瘾犯了，盒子，包包。欸，我问一个问题哦，这个是不是要有毒疗的效果才有用？就是像那个斗笠菇有毒疗，这个才会回血嘛。平时没有回血是要带那个嘛，带乌尼对不对？对。那再去买污泥。我好想尿尿。欸，望月，泳装千歌好不好啊？我今天抽那个进华抽到千歌出来，欸，不是这里。要有专武 PVP 角色，好下去。竞技场强，但有专武。好，嗯，
对不起，看到还是想笑一下。嗯，哎、欸，其实这只真的很棒哎、欸，你看会变小，会剧毒，还会啥？看一下，还会融化，又会变硬，天哪！哎、欸，会融化干嘛要变硬？哦，紫泥啊，想起来了，紫泥，然后融化。再来变小跟剧毒，点菜午安，哎，回子回子，灰子的没有毒疗的，我知道。我每次打野团香菇都是高猫野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钢猫可以挨那个香菇的欺诈两次，你钢猫剑五二还是可以扛一下的。收物，高指挥，查看能力。地面超冷，
欸，他如果防御就这么低的话，我还要投资防御吗？还是加特防？哎，各位有打 PVP 的，给个建议。看我啊，又看我。两种选择。会选的话，我早就打玩家了，还在这边跟你们耗啊。我是想加对吧、啊？我是想加防御啊，对吧、啊？我们要以挣扎为前提来做配置。好，那就防御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以挣扎为前提。防御速度，特殊用途，跟很宝辉，好诶。再来，我们来换元太在哪？欸，布波我也想要玩欸，可是布图不那个八布图波好像没什么好特性可以玩。安妮，我其实有点想刷一只送安妮啊，因为这个是观众送的。那时候那啥，百变怪说回馈，然后后来发现检查的时候发现这边有一只疗愈的旺旺，你那边有啊？欸，你还没跟你姐姐换对不对？嗯。刚刚那颗是仙姬球，对啊，是小雨的啊。我是没有那么讨厌仙姬球啊，不要误会啦，我只是觉得仙姬球真的拿来补图鉴就用了，这样仙姬球重复球拿来补图鉴就好了。想说你看这么稀有的东西，给他做个好看一点的潜水球也好啊。刚刚那只好粉好嫩哦，哪一只？这只会嫩？不是吧？好粉好毛吧？那这只哦，可是这只它的剑子草形态是很绿哦。对啊，你后面一定会进化它啊。然后这只也是小雨的，小雨真的不喜欢。他说这个太亮绿了，他不喜，要不亮粉他不喜。说这个我觉得还好。不知道小雨一步完成，他早就完成了，他活动的第二天好像就完成了吧。
欸，可是这个的特性为什么会拿来打那个啊灰子？你看朋克摇滚，觉得还好哎、欸。等一下、哦，我先把这个我们这只挑出来，搞里头，百合跟娃娃，娃娃你放这边，娃娃，娃娃你要放哪？哎、欸，有两只龙猿。遇到的伞都不是大量发生的，一直歪好难刷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这才是刷伞的乐趣。边刷边骂，你都用梦，你是用梦特技术高手？你是说龙源哦？你那天用的哎、欸，那天就是你在用啊。啊，这个啦，铁地方。再一只，再一只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不想进化它，哎，它好可爱、欸。那个吞食兽，前一个进化型，好可爱、欸。这里啊，看幽灵。那、啊、不对哦，我发现还有一只，这只猫基本上是废了啦。这只猫那时候调了一下，后来发现这只猫好像不行了。这只猫可能真的没救了。哎，猫咪废了。哦、还有一只可以练啊，在这里，就是他迷你服，服他，我需要麻烦心。我时吃一吃又是条好猫，没有我们有设为的猫猫了。请问主播演狗狗是在哪张地图刷？另外吃什么效果三明治啊？哦，您是不是看了我的影片？哇，好啦，那个示范只是讲的啦，那个刷色尾都是运气。你来那个原魔镇这里。好，先回答 YT 那边的。哦，刚看完来发问，来原魔镇这，然后吃岩石遭遇嘛，岩石遭遇跟岩石闪耀力啊，啊配方网路上很多啊，反正这边就这一条，这条上去之后，我们看到第西区第一这边开始，其实你路上就看到岩狗狗了嘛，但其实这边我不太想来这边刷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这边太闪了。就是你看，这边地这么大，你这样要看岩狗狗其实很累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其实这样看其实很累。然后我那时候岩狗狗是在上面这边抓到的，就是旁边有条河川这里。
对吧？那时候有没有看到？就这里这边遇到的这一条，这边遇到的，就吃岩石遭遇，然后来这边刷。那有一个点是我今天刷那个刷啥百合跟娃娃的时候发现的，看你要不要试试看这里。因为这里是，这里我那时候在刷百合跟娃娃的时候发现有岩狗狗，我想说，而且这边又窄，应该有料吧。我不确定这边有没有啦，因为我是吃完之后才来这里，就是这边好像也会遇到狗狗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对，这边你看有狗狗，狗狗在这里，所以我这边还没试过啦。因为这边你看这边够窄吧，够窄应该会比较好遇到狗狗。欸、不然我现在试试看好了，我帮你试啊。男人出门上班养我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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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你哦。试试看哦。啊，为主播测试的男人该订阅了。为主播啦，为观众测试的男人做料理。百合跟娃娃能刷吗？可以啊，我刷到了啊。我本来想说今天会刷很久的啊，结果出货了，开心。看，等一下哦、喔，这个哎、欸，跟培根、辣酱、醋、我昨天就问安妮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觉得用什么标题好？”她说：“不要用阳寿玩游戏。”人家在想说：“哎、欸，安妮，你有看我今天的影片吗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那时候他刚睡醒，还在眼睛准备张开不张开的那个，还有张与不张啊，薛丁格的张眼起床。”完了啊，建议要吃岩石料理，那些岩石那个草系料理建议多人吃啊，蛮那个面包比较强。为什么主播四灾的点可以飞啊？你要去上历史课，你抓完了地图也不能飞，没有显示，你没有上历史课。我就是为了点才又去上历史课的。好，岩石遭遇力。啊，按错，按错，白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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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噔噔。我只想要啊，金跑掉。噔噔噔噔。哎，测试看看这边有没有狗狗。哎呦哎，其实虽然好像不是很多啦，但是。我在叫，好像可以欸，就是比较不会漏掉吧。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这边应该比昨天好吧，我觉得啦，因为至少比较不会漏掉。觉得咧，客官们给几分？这个点。好像又还好，只有一个香料吗？可以吧，这边好像可以哦。上完课老师会帮你标，
你上完课之后要去找老师，然后找完老师之后，你要跟他对话两次。他会在一楼大厅的那个书柜旁边，然后你要跟他对话两次。嗯，这边好像是可以。啊，狗狗讨厌雨水，哈哈。狗狗讨厌下雨，这就体验了狗狗真的不喜欢洗澡。应该来自活狗狗吧，像卡蒂狗。真的要示范了吗？没有啦。看一下嘛，因为我在想哪边好测试啊？都，你看，发现有好的点，推荐给安妮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最近好像太累了，他想要休息，猜的啦。好，我们去下面试试看。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点啊，只是这边会升那个，你看会哎，干，这边会升那个岩石林啊，干，从这里吧。好了啦，不要闹啦，没有打你啦。飞出去刷新哦，可是你，先跟你讲，你飞出去的过程会很危险，因为你只要消掉一只宝可梦，下一只宝可梦会找下一个可以刷新的点，你懂吗？今天你可能就是好，场上的15只宝可梦，你刷掉了一只，剩14只嘛，那会补一只新的进去，那新的进去的时候，可能刚好是一只色尾，又被你刷掉了。我已经面临这个情况很多次了，你看啊、哦，这里，金光牙建议在哪刷？地灵区啊，金光牙也有大量发生啊，所以其实不要去地灵区刷，眼睛太痛，啊，这边不适合刷狗、欸，跟狗狗。分很少，金光花、金光牙都有大量发生，还是在上面这边吧。好了，不示范了，不然等下出色尾。哦，给你看个示范啊，范例好不好？那个范例嘞，我那个惨痛的范例嘞，这里。你等一下看哦，就是你注意看啊，就是我们会逛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把宝可梦消掉，让它生新的宝可梦在我们附近。就玩家附近会升一个最大上限的宝可梦，当你就是少了最大上限之后，会补一只新的进去。你看哦、喔，你看一下左边的三地鼠跟那个，应该说左边的双手二龙那个位置。你看哦、喔，有没有？忽然生出一只色尾的牛啦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右边的那个轰鸣月消失了。对吧？你看哦、喔，右边轰鸣月消失，跟那个双手恶龙消失，然后补了一只，有没有牛拉进来？所以他玩家身边是有个上限值，他不足这上限值会升一只宝可梦给你。
所以你看哦，白痴。而且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，我没有讲出来的话，没人发现。因为那时候实况上面我说，我错过设围了，你看这是设围，我只是往前不小心再走一下就消失了，你看哦，这时候还来得及，对不对？我要回头，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有吗？有看到吗？对，这个很危险啊。然后刚刚不是说金光花在哪刷吗？这个啊，你吃毒遭遇吧，就在这边刷。然后只是你回头要慢一点，因为你快速回头的话，你看他们其实是有在补一只新的宝可梦进来。但是你如果跑太快的话，而且金光花太小太不明显，你不要来这边刷啦。这边那时候番茄刷到眼睛已经瞎了。所以你用飞出去这个方法，真的不要飞太快，或是你确定了，你敢飞出去，就是确定附近不会有生宝可梦，你就大胆的飞出去，不要回头看，好不好？回头看胖子会伤心，还是刷土龙弟弟好了。我土龙弟弟应该也是有这样往回走消失过啦，肯定是有的啦，只是那边的光让我欺骗我自己说我有设围，没有设围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去嗑药，他们体弱多病的小朋友们要吃药。我去尿尿。好冷哦，好冷哦，冬夏。继续尝试冬天。哦，笑死！不能插到底耶，你插到底会没有感应到电。好了，我又暖和了。
要喝水吗？嗯，好。幽灵没有大大力吗？有啊。你要配方吗？哎、欸，啊，不是有贴那个吗？我讲话怎么空洞？等一下，我找给你。洋葱、咖啡粉、辣，加什么？加什么？加什么？没讲。看一下哦、喔，加其他四种。我记得就是不要加甜呐、啊，好不好？你说幽灵吗？把样样都打出来了，加繁星的爱，那肯定是不用的，好不好？不要甜，对。那个啊，一模一样，红洋葱，然后咖喱粉，然后辣加除了甜以外的，你可以辣辣、辣苦、辣咸、辣酸诶。这表格真的好卡。嘟嘟嘟嘟啊！抱歉，久等了。我们去买药吃吧。啊！这个人又来买药了。我刷鬼师是红洋葱加两个甜料。主播的爱比香料甜还甜，甜香料还甜，不能加，所以我才会做失败啊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绝对是没看过安妮的笑容。有啦，肯定有的。他跟我发车的时候，都笑得合不拢嘴。你找时间整理一岁哦。你把团战力顺便放上去要不要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干脆就是大大力、小小力、团战力，哎、欸，还有什么？反正就是那时候贴了一个表格嘛，它里面不是有闪耀力加遭遇力，然后再来是闪耀力、大大力、闪耀力、小小力，跟团战力，交给你们了。因为我现在是开着一个巴哈的啦，是各种遭遇力，然后是现成的那个配方嘛，可以直接吃遭遇力二或水遭遇力一这样。可是他的表单里面没有说水遭遇二去吃哪一个寿司，因为我有点记得水遭遇二要吃寿司。那时候为了刷那个爱心鱼，跑去吃寿司。好欸，可以连发手把了，最近都没有挂，连开始奏子。好嘞，东西咯孩子们，吃东西咯孩子们。啊，首先是你先给我进化，嘟嘟嘟！野团六星百队长带神兽，有够刺激！哇！准备得糖尿病了，没事没事，吃药就不会得糖尿病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！
感觉头发好摸，对吧？繁星晚安，星梦早安，不许乱叫，不许这样乱说，精神力人用。尼布利姆的色为明显吗？不明显，超级不明显。而且他是说他图鉴是生活在那个池塘边。哎，抱歉，啊，这个怎么满了？一百等呢？看这谁练的？哇，这个练好了，不能用了，这是废了。别乱讲，这是没用了。拿来跟这只换好，铁臂膀。小精灵帮忙练的，对。没有说不好啦，只是他不能练了。元太，完了，这不能命名了，咋看呢？还是干净的，好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元太。我那时候刷到眼托直接闪了，对。你可以看我灰子大赛前一天记录档最后三十分钟，那时候我在刷，就在刷他的伞，真的是太难刷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没有嫌弃啊，是刚刚那个练好，我想说要重吃果实有点浪费，我没有嫌弃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不要误会了，靠药吃啊。防御增强。努力点数，最近花太多了。哎，多点数啊。喝水。忠诚点数哦，我想说你要赚什么点数？医生讲，哎，为什么我一直跑出验证身份啊？白痴哦，直播到一半一直叫我验证身份哎。我剪片啊，上传记录档啊，我跟我讲说验证身份哦，我说哈什么意思？那验证身份什么意思？
是大男人，有什么好验证身份的？不是。哦，你是靠腰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昨天我不是这两天我不是说我在用那个 Windows 浮水印那个问题吗？然后昨天用完之后才开始陆续要用验证身份，扫毒也扫过了啦，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。奥利纽，纽，纽，啾啾啾，他真的像宫廷剧的丫鬟。就哥哥、啊，有奖章！哎呀，不怕人的奥利瓦。这个好像是1%欸，不怕人，这个好像是1%的机会、欸。嗯，棒。血量有点少、哦。没事，他搞不好上场的机会也很少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乐天一点。要当个乐天合同。哇，干速度都好低哦，好，都给你们吃减速度的。完美。哎、欸，讨悠闲悠闲悠闲。特殊用途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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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等一下、喔、不对不对不对，还没带东西啊，繁星包包，我的最爱啊，不是实用，白痴，一代恶性膏药，八轰开放够里的特殊形态宝可梦进来，我觉得被拿掉哎、欸，那个又是额外的建模的东西，
很难呢。嗯，我的膏药哦。安打还是能用，不要参管他。谁参管？提步起劲，哈哈！我想提步，要提步起劲。布利姆温，如果双打的话，出布利姆温好像不错哎，有时会治疗同伴的异常状态，30%的机会哎，是不是比较好啊？那魔法镜又好香哦。奥利瓦蛮好玩的，吃果子。对啊，那天听杰克这样讲，我就想要用一个奥利瓦来玩。没用哦，一个双打，一个单打。那我要再抓一只。恶性膏药，魔法镜，喂，好耶！我觉得你姐姐她真的是有点夸张，自己的口头禅都忘记了，然后牵拖在我身上。不好意思，好耶，明明是你的口头禅哎。我说，不是哦，不是我。真的不是我。好了，我们的特殊用途战队完成。好耶，好耶！我们还要再练一只啊！这边有啦，有现成的那个顺手牵羊锯断将。先把我们的老鼠领回来。我的老鼠嘞，哦，在这，吓死我了。好了，来挥吧，来挥吧，来挥吧，我们来挥吧，快点。我们来挥，我们来挥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没吃满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刚就是最后那个没有吃，等我一下哦。记得要把灰子吃满，而且这三只还没学灰子功，直接进去。魔法闪耀，我吃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你说灰子三打三打三打三吗？太久了啦，打到什么？打到关台哦、喔，那太久了不行。你看还行吧，我的宝宝丁的毛，宝宝丁的毛只有600多根，我还是很爱戴。胖丁的吧，多西日马有活动，记得打哦。什么活动啊？可是我开日马就没人要看了。对不对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可以私下打哦，私下根本没空啊。我只能请代打了。PP 提升技，
我只能问我们家小可爱要帮我打。冬日庆典1月2号才把奖励所有开启。哦，所以就是每天打个几次，打个几次。哎、欸，他是类似开九宫格那个的吗？开格子的吗？啊，看了。不是，他只算合牌。哎、欸，可以内战吗？别问这个，可以内战就好了吧？因为上一个活动不能内战，不是吗？通常都可以吧？可是上一个活动不能内战啊。有没有想看一群只会数数儿的光粉一家子？你说现在要练一只数数儿光粉，可能就是你把一个数数儿丢进去，然后填那个什么租用战队。有新的角色。自负东死，哎、啊，又要开抽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这时候先看兔窝有没有抽奖，知道？日麻交友区，哇，五的图怎么那么香啊？另存图片。存档。内战想加加，我那时候都是开那个啊，开给观众抢。看一下、喔，我现在因为没有钱，所以克制了好多氪金欲望哦、喔。有寻找胖丁，什么意思？找什么胖丁？是真的打胖丁吗？好事有点久了，天啊！我看到了棕色头发的那一位吗？右眼闭起来的那一只吗？他们真的是很夸张哎，不把这些钱。等我拿去抽卡，五八千，
头文，头表的，直接抢，直接情绪勒索发言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感谢。哎呦，对，我一直想要研究那个丢小起点然后砸头的那个插件，一直啊没有空学。哦，你是火鼠哦，哦，谢谢谢谢谢谢火鼠。我在讲这些没在看我台的，好不好？那个日麻风人院，请问有多少人在看我台？连秀秀都在、欸。说你，你有看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他们在疯人院里面的，在 DC 群的那一群，四宫下生跟四宫东其实是兄妹关系，没事，哥哥我无所谓，要的是妹妹，好爽。霍奇进入游戏，こんにちは。これから神社へ特訓に行ってきます。よかったら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？セカ？来寻觅看一下。前晚活动哦，懂了。天哪，要一直玩呢、欸？你看现在他的脚好长哦，有弯曲状啊，要一直玩呢、欸。领取。好了，没有了。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什么？这布吗？插画啊，这个是待机图啊，不，切图的吧？没事。哇，那只好。哇，到1月2号哦。啊，活动到什么时候？1月6号，我感觉之后再打就好了。仓库，插画这个哦，哦，不是，甲午没有新衣服，好了，关掉。商店。哇靠！连这个都卖了哦、喔！哇塞！天哪、啊，真没钱呐、啊！天哪、啊！我听到了，听到什么？不是，是没钱。你这个也买不到，好不好，大哥？这个是要这个哎、欸，你已经买了。可以在仓库，不管就这样子了。好了，我就是这么任性。然后什么？金之屋福袋？哎、欸，
你是谁？伏击！我的天！伏击敢不敢？法色不要一直换来，不是法色。这伏击很夸张哎，都不像他、啊，不好意思哎、欸。小五传记怎么看？点开它、哦。小五，为什么有这个东西？不知道。欸、为什么右上角有个点？哦，传记。繁星不可爱，人呢？大人胖丁不见了！天哪，姐姐，你家小胖猫不是？那只猫叫胖丁啊！哇，哈哈。你自己有喜欢的地方吗？哇，好嗨哦！胖丁之前在外头流浪，你给他看。现在这游戏不只打麻将了，是不是？天哪，敢不敢再出什么家具系统？嘎嘎安安，胖丁那只胖猫，哎呀，要起来去补记录档好。PSPS 安安 ，Watermelon 安安，什么断幺九？谢谢观赏。抱歉，这三回。是只有他有吗？只有小五有吗？好啦，之后都不知道开什么再来打日麻。来吧来吧，我们来挥，我们来挥，来挥来挥。时隔快两个月。如果就是下次一定不会，下次一定啊，因为岩兔儿生物也不是岩兔儿啦，反正那个谁信石鸟的就没有什么兴趣啊，应该信石鸟应该都是送碎片而已啦，送幸福而已啊，岩兔儿又只剩下刷闪，打完一次就刷闪了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就为了圣诞节啊，他刷完就来打麻将。来来来来来来刷来刷来刷。太晶团体战，连线对战。
我的下次一定不是指宝可梦了，我是说那个啊，我是说雀魂啊。雀魂会啦，你看又有活动。那刷到色为兔兔，你要进化吗？不要，当然不能进化。进化它要干嘛？可是没进化它又没有图鉴，好亏哦、喔。哦，是指家具哦、喔。哦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你柯达也跑去拍了是不是？你可以拍柯达眼镜闭起来的样子。你可以拿不重要的去进化、啊，不是？还有色为图鉴这东西呀、啊。倒灰，光月怎么绿了？怎么绿了？你说他 ID 哦、喔？对啊，你只不是原本是橘色，怎么变绿色的了？那就是拿两只，一只进化，一只开图用。不是，就是有人可能要进化，叫他进化成那个藤鹫小将的时候，借我摸一下。有没有？进化第二阶的时候借我摸一下，第三阶的时候借我摸一下。毒死他们！要记得按你，你按 A。兔兔出来的时候要来复色为兔子吗？我就很怕复不到啊。等一下我灰子有吃吗？哇，你小开了哦！哦，我有吃哎，那就好。伙伴，孵蛋其实就比那个比预设为还恐怖哎！我真的觉得我孵到小火龙真的是侥幸。你都敷了1800颗，我就是怕像你这种人出来啊！我就是怕我会步上你的后尘啊！
赫本负3008颗了，他不是播了14篇吗？你怎么一直被死？你怎么一直被伤害啊？天啊！但千娜是没闪符，太难过，都打我。哎，他开始吃果实了。回收利用，丰收。啄食，繁星的运气哪要那么多颗？靠腰啊！我那天真的是很怕哎、欸。他怎么都打我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不要跟隔壁的人吗？你要输了！我们毒手一直没毒到对面哎、欸，天啊！阿总都是特工招，完蛋了！你要被我石头扔死了！间谍，不好意思、欸。哎，好烂哦！为什么我都没有近身招啦？有30%不好中哎、欸。你啊，他快死了，他快被刮他死了。不是我害死的哦，那个戏法空间还是什么？你知道什么戏？魔法空间吗？他让你不能吃黑色污泥哦。完蛋一滴。复活队友。怎么会是罪魁祸首咧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他们是激活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对不对？你看我刮死我自己了，死了啦！你、欸、忘了开赌盘哎、欸。好，再来，再来。
看看我当初挥到草场好多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也帮对面补血，你看一下对面那个。虽然我有挥到草场了啊。应该是没赌盘才输的，哎，不好讲。有赌盘搞不好输更快哦。你的 double double kill， 哎，你的草场救了四个人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的清朝掌地可是救了十个人。我感觉秀秀在追我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如果秀秀在打麻在追，我要跟我说，我就冲进去骂他，好不好？他如果在打日麻，然后啊教主人就是这样什么之类的，要跟我讲，自己不来看台，又说整天自己很忙，打 POE 打天命。不仅害了队友，也杀了自己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封起来连队友都打好吗？有没有完美的体验呈现？开赌盘我开了啊，我开了啊，自己赶快去点。好，闭着眼睛，就你了。他怎么跑掉了？秀秀累奔了、哦。你该不会带火焰宝珠吧？天哪！哇哦，太棒了吧！大幅下降哎、欸！欸，来个黑雾嘛！我抽有衣服的都抽完，有在看衣服，帮他打。哈哈，哎，这不能怪我了哦。我们恭喜我们的第三名获得胜利，我们提前庆祝咯，各位提前庆祝，选择结果啊，感谢样样啊，不是感谢，恭喜样样。二打一，但是我们都被降能力耶！天哪、啊！
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那个啊，巨斧螳螂的啊，低斧螳螂的找你。哇，漂亮！漂亮！天啊，我太恩将仇报了啊！那个，我很抱歉啦，我不知道你这么怕地震啊，抱歉啦，抱歉啦，旁边的人真的杀了我。你们还要赌吗？剩下这个，你们还要赌吗？可能会有大自爆哦。如果我有治愈之心的话，我就可以帮你解除的燃烧伤害。可惜我不行，可惜了，我不行。哎，我总觉得魔法镜没啥用啊。我真的是魔法镜吗？我有点好奇的、欸。哦，单打才明显哦，哈！嘟嘟嘟嘟嘟，加油，吞食兽，你还可以的。快点，趁他睡着，要他命，要他命！丢他大师球。你不打我，应该还活着。哎，你嘴巴就是要这么乌鸦嘴的吗？你只上上下下，我也是很难过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结算送出去了吗？完成预测，抱歉。根本还没有、欸，你要加防御加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真的怕我打你哦、喔？胜利之舞那个啊，群儿小姐啊，喜翠群儿小姐不是吗？我来了，吞食兽，吞食兽，我来喽！呜呜呜呜呜呜呜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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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！哎、欸，那个，你不要打我，你不要打我，你打我我就死了哦。我觉得我有危险，我觉得我比较危险、欸，他会先动哎、欸，再睡再睡再睡耶、yeah! ！你不要打死我、喔，好不好？
谁杀谁？谁杀谁？你给我赢哦！你给我赢哦！你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这很难解的，因为聊天室没有出来，这个有点难解。这是一打二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一打二吗？福奇，这有记录打吗？有啊，但是只有两个礼拜。这个记，这可以录，这边记录档留聊天室。哦，不是那个东西啦，哦，很难用哎。完成。还是利恩帮我剪精华，聊天室给你录，你帮我剪精华丢给我。哇靠！等一下，哇靠！这才剪精华吧？天哪！你们两个要不要考虑在一起啊？我的天哪！哎，抱歉，你的手被胖胖挡住了，不，你的头被胖胖挡住了。恭喜第三名获胜！哇，自爆的又赢喽！来，我们继续开赌盘，好不好？
可是你有弄到订阅者模式，图奇记录档，一般人想看也看不到。我没有去动哎、欸。我总送了两次礼物，哎、欸，对，都你耶，你是很不想玩啊？要讲哎，哦，脏，没有。都是你被打，没差。你他妈的，你刚才打我。你的清朝场地咧，不是你给这只用秃秃头盔，你秃秃头可以用在其他只身上吧？你看你一般格斗打不到你，你用什么秃秃头盔啊？你看。好有道理。怪我们这种在打他吗？你看，也、欸、不是打你，哦，原来不是打你。好不痛哦！灵魂棒吧，
下去。我打中你，赶快给我们礼物好不好？我也想打得痛啊！要看一下我们被降多少攻击。等一下哦，来看看。我也想礼物啊！要、哦，护工特工被降成这样，我们要打多痛啊！叹气了，哎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被怎么了吗？怎么突然没了？你没有吃哦？你没吃满吗？你没吃到16吗，大哥？不是10次吗？早就变16次了。现在改要16，昨天就讲了。昨天我不就说明天早上来弄16次？我的天哪！白痴哦！队友在搞，我们先庆祝啊！我们先谢谢来宾队获得胜利啊！我们谢谢来宾队获得胜利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来得及哦，来得及哦！B 楼 ，B 楼 ，B 楼。干，我还会甩到自爆、欸，不要啦，不要啦。元太的诅咒会不会自爆呢？他、啊、速度比我快，我们就赢了。加油，加油！赢了！欸、不过临别留着很鸡掰、欸。温存，可不要再送人家礼物了、啊，圣诞节还没照啊。我要加第四个选项哦，温晨会不会送人家礼物嘞？
样样，不要再打我，样样。哦，原来不想跟我，你不想跟我要说啊，就玩这只好了。这系统有鬼，你就想杀我啊？干杯，干杯什么？哦，一起喝水。骨盘还没开吗？好姿势约开始预测，谁会赢？哇哦！哇哦！谢谢，有内鬼，笑死！对，目前领先，目前谁领先哦？解调状态的话，对面领先吧。哇，谢谢奥利瓦，爱你内鬼啊
没事，我们朝上，我们三个是绿绿家族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打掉那个紫色的。所以这是独家店是不是？啊，独店音，我讲屁话。哎，熊，黑雾一下。这该说好还是不好嘞？阳光烈焰。哦。你看场上有四个绿绿的东西咯。我要看着队友挥着是不是？哇哦！哇哦！你还不怕我打你吗？为什么你不怕？哦！哦，真不愧是不怕我打你呢。我的示范测试了十分钟就是不出闪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我确实只是示范一下而已。可是我们的安妮主播他测试十分钟有出闪。哇，你等一下是不是不行了？不会，我会叫对面再继续清扫场地的。哇，完蛋了！来啊，临别礼物啊！有没有种临别礼物啊？敢不敢嘛？敢不敢临别礼物啊？要我本人在才有用，我是一半的护符啦，啊，你是另外一半的护符啦。哦，啊，咚咚咚咚咚，这谁的技能？大剑鬼，起吹大剑鬼。哎，再补一下啦，没有血，血还没满。我踢你鸡鸡。哈哈，超屁孩、欸，天啊！刚你没 PP 了吗？我在哭什么？鸡鸡被踢而已。
附身祈祷很棒哎，载不到吧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！要赶快降速度，等下唱个灭亡之歌就知道了。他真的很想骂我哎、欸。好忙哦！啊，完蛋！死了吗？不！不！不！啊，这是什么必备武器还是卑鄙武器啊？我觉得是卑鄙武器耶。应该叫卑鄙武器吧。加勒尔呆咳嗽。哎、欸，水哦，我可以挂机了，是不是？好吃，好吃，一直吃。白痴！嗯，你怎么还有啊？要挣扎了哦，我要死了！白痴！给我捡果实回来哦！雪拉比晚上说不行。哎，睡哦睡哦，吃给我吃。可以，我应该可以。收获，白痴哦！收获，收一下货，取货。啊！水水水烟，太爆了，太爆了！收获，收获！好诶、欸，没事，我们还有大自爆的机会。
收获收获。啊，没收到。有吗？有收到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这次没有了，完蛋了。啊！击中要害，靠腰！要输了。啊！输了输了。好的，恭喜。恭喜挑战者队。太感动了吧，怎么会这样子，稳扎稳打就好了，什么东西。哎，刚好四点了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光遇。然后我跟分析就一定会带着沙奈朵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好像是你打我比较痛的。你把复古的我杀了哎、欸。观众场吗？啊，我相信要炸服了。但我怕你也杀了我。那我们彼此带着沙奈朵如何？完蛋，是不是炸服了？炸服咯，久违的炸服。还是我根本没连网路，看一下网路。只要我打得快就伤害不到我。欸，搞不好那一场我们可以赢欸，拜托。就是因为你打我。不是明天才复刻吗？啊，今天礼拜啊，礼拜三哦。哦，没事了，那没事了。我们继续吧，没事了没事了，意外意外意外。今天不是礼拜四吗？明天不是圣诞节了吗？今天不是礼拜五今天要倒数了吧？倒数什么？你说毕业倒数，繁星不开台了。哇，还有时间呢。洋洋，来吧。对，不是哎、欸。啊，这么不想玩沙奈朵是不是？就这么不想玩沙奈朵吗？
真铁砂奈多大小。我只是觉得出请假玩很无聊，觉得啦，他纯粹真的是来拖时间的啊。喝水。哦，好赚哦！报告，你又在搞，你忘记加六，你很烦呢。又跟你讲了。我好棒哦，白痴！加油！对面的那只白色沙奈朵，它只剩下九次的功用了啊！可以挥到七炸吗？可以啊，我有挥过啊。啊，就在前一场挥到的哦。哎呦！哎，你不要地震哦，隔壁的邻居，不要地震哦。哇，你好棒哦！你好棒！哎，我们要不要来第四个赌盘？就是一击必杀招。要不要我们下一次赌盘试是一击必杀招？可是赌那个带太多，真的又觉得很难赢哎。我那时候每次都想说，三个是最多的，四个以上真的是。让人家很难赌，也很赌难呢。啊，对，你们都忘记了，可以太金哦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报应来了。亚德安安，哇，你好棒哦！哇哇哇，攻击加四，哇，完蛋了。加几啊？欸，没有欸，那个是什么？突然害怕了，完蛋了，我也害怕了。来个毒雾好不好？不，毒雾黑雾，来个清除之烟吧。他可以打自己吗？他可以啊。他等一下打给你看。而混乱是三分之一嘛。你怎么那么好？你怎么那么好？你怎么能那么好？哇！你看，
那个吹捧的用处就是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就是他等一下会分给我，我提前先吹他，捧他。主播队获胜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打最后一场，晚点有开台再来玩。再一场，再一场。嗯。多配合。真的别说了，别再吹捧我了，我等一下就混乱打自己了。我等一下连自己都打了，好不好？别再吹捧我了。好啦，做一场哦。我们会不会同队嘞？你真的不想要的话，我用手动的啦，好不好？看你好像跟我同队很难过，没关系，我们分开是可以不用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觉得你的小情绪都来了，是不是剩下我们四个人的啊？对、欸，凤梨去吃哦，吃屁屁哦。忘记联网还搞啊？布利姆恩呢？我在更新没配到，前面有吃，结果换了一只忘记。哎、欸，你好久没出来了，来用你用你用你。可以搞事了，你要搞什么？啊！火爆猴可以搞什么事？我干！谢谢你哦，哇，这只看起来比较没那么讨厌，黄色那只看起来好让我讨厌。啾啾啾啾！对啦，你是配什么啊？进化奇石吗？礼物
啊，好恐怖哦！现在看到礼物就很恐怖哎。哎，好且哦。他怎么是打到你隔壁的嘞？然后我们两个来送的，哎，天啊！哦，补血是不是？呜呜。啊，也拜！啊，先下去了，再见。魔法空间这么久的哦。五回合没事。你真的来搞事的哎、欸，我也是哎、欸，不是，顺手缺氧，哎，没顺到，好啦。先开到这啦，感谢大家选择结果。奥利娃，你、欸、不能这样选哦、喔。难过，我今天有刷到什么色纹？哦，哎、欸，我看过了，没事没事。好了，没有什么事情了。嗯，好啦，感谢大家啦，晚点再见啦，拜拜拜拜。等一下，我才开三个半小时哦，我感觉开了六小时了、啊。那干嘛？好啦，拜拜喽。